家在某一个很好玩的手机聊，你们会玩猜拳游戏吗？来，我们来做简单的三个动作：剪刀、石头、布。准备，剪刀、石头、布。剪刀、石头、布。一把剪刀，一块石头，是小孩度。剪刀、石头、布。剪刀、石头、布。一把剪刀，两把剪刀，七七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一块布，捉住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块石头一块布，终于五十度。咱们有一个的妈妈，来，我们再做一次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。一块石头是小白兔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，两把剪刀，七七小白兔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，一块布，捉住小白兔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一块石头一块布，我是章鱼，不是兔。小朋友，我们再来玩一次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一块石头，我是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两把剪刀，亲亲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一块布，捉住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块石头一块布，我是章鱼不是兔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做得很棒，你们可以跟家人一起玩，想一想你的手指头还可以变成什么动物。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